三五年来，当然也都会耳濡目染，像莫拉克风灾或者是海外菲律宾的这个海啸，那造成很多这些伤亡，海外的救助、救灾、盖实际的组合屋这些，啊，就发想到我们自己的企业也在做这些环保、再生、功能性粒子的这些科技，那应该可以跟大爱的这些技术结合，所以今天来大爱干科技看，也觉得很惊艳，甚至把环保单纯的环保也往下一个阶段来做，甚至是成品再回收。